我们注意到日方有关炒作，日方这个摄影师又来博眼球、刷存在感了。近日，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为南海有关海域进行训练，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，旨在提高编队体系作战能力。今后，中国军队仍将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训练活动。